全球近1亿人想移民加拿大，稳居第二理想国。在全球分析和咨询公司盖洛普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加拿大首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潜在新移民目的地。这是盖洛普自2018年以来首次发布有关该主题的数据。民意调查显示，截止到2021年，有9亿人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永久移居另一个国家。这是该公司自2011年开始收集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总体而言，从2011年到2021年，想要永久移居另一个国家的人数从 12% 跃升至 16%。 只有欧盟国家和整个东亚国家的人愿意离开祖国的人数有所减少。数据表明， COVID-19 大流行并没有阻止人们想要移民的愿望。在过去5年中，加拿大越来越受欢迎，已成为更受移民欢迎的目的地。2021年有8级全球约7400万人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移民加拿大而不是美国。其反移民立场导致许多人放弃美国作为移民选择而转向其他地方。基于此， 8% 的潜在移民表示他们会选择加拿大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比2011年的 5% 大幅上升。在同一时期，选择美国的移民人数从 22% 下降到 18%。 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都在 3%-7% 之间。想要离开自己国家的人比例最高的是塞拉利昂，那里有 76%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考虑离开。黎巴嫩的比例第二高，为 63%， 超过了阿富汗的 53%。 不过，永久移居到另一个国家的人数总体增幅最高的地区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2011年至2021年间增长了 19%。 超过 45% 的受访者来自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如果有机会，他们表示自己会选择移民。民意调查指出，想要离开自己祖国的受访者与愿意离开祖国的受访者之间存在差异。许多想要移民的人受到财务、家庭和工作机会等情况的阻碍，永远无法离开自己的国家。加拿大寻求更多移民，其广为人知的移民目标可能是其作为新移民目的地受欢迎的一个因素。加拿大需要移民来应对劳动力老龄化和全球出生率最低之一造成的长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没有移民，加拿大就没有足够大的税基来维持医疗保健和教育等社会服务。因此，加拿大每年都会发布一项移民水平计划，确定以各种途径接纳新永久居民的人数设定目标。2022年，加拿大迎来了超过43万7千名永久居民，这一目标在2023年设定为更高的46万5千人，到2025年每年增加50万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加拿大更是绞尽脑汁。此前的一份政策备忘录显示，联邦政府正考虑采取激进的、非常规的措施来减少移民申请积压，包括免除近50万份访客签证的资格要求等。加拿大在移民方面取得的成就可谓是全球有目共睹，已经成为几千万人口心中最想移民的国家了。